琴日終於嚟到我哋嘅另外一場嘅決賽賽事啦，就係男子手14歲以下嘅決賽，咁啊由淺藍色衫嘅 Football Academy U14就對住我哋嘅粉紅色衫嘅車路士足球學校 B 隊嘅。咁啊，介紹我雙方嘅球員先。就是車路士足球學校嘅一號球員有鄭展樂。有好嘅表現咧，咁啊，大家可以攞足眼力啦。車路士足球後 B 隊，有位佢啊，咁啊一個遠距離嘅射球，咁啊但係喺中，咁啊呢個係我哋呢啲今2013人賽嘅14歲以下嘅決賽。大家可以欣賞下呢有班小朋友佢哋嘅14歲以下嗰只，咁啊12、13，佢哋嘅控球嘅技巧啊，咁啊，好得啊！嚟到決賽咧，非常之優秀嘅，咁我可以去錯 B 嘅守位啊嘅細法咧，可以走出嚟啊！隨時結束，咁啊喺呢個14歲以下嘅組別，咁啊恭喜曬！